克萨斯也好，德玛西亚也好，到头来都是待宰的羔羊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往后远程突围。W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对，就连咱们的投票加班啊，每天只要投票，基本上都早上，都已经一个多月了，兄弟们，你就知道有多夸张了啊！闪现阶段一个 AQA， 拜拜，你先死。操！谁的问题？我刚才在回复大伙的问题，我操，人就蹦出来了，这就来抓了，太狗了吧！现在谁还二级抓人呢？啊，还好我反杀了。还好主播拉满了。你们的问题吗？啊，行行行，这都是哥们儿，我就不争了啊。没事没事，兄弟们，把免费补粮送一送啊。都哥们儿，他们活不长。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啊？交闪吧，交闪吧，交闪吧！往后远程 Q A， 交闪吧，交闪吧，交闪吧！你在玩啥？我从不妥协。对，塞拉斯必交闪的呀，怎么能变成闪换闪呢 ？AQ 啊？哼，这不的，堆先堆懵了，哥。只有傻瓜。会为荣誉而献身。主播昨天没来，晚上补粮给新秀主播了。什么？新秀那边，新秀主播他能做到，我不能做吗？不要，你别急，丝袜已经买好了。也就是这定域还没到，兄弟们，不然我今天高低给你们打整一手啊！服了，速战速决吧！miss 了，哎，别这么多人头啊，快跑！塞拉斯他玩不了。假装是要逃跑，顺便去杀塔 W 挂塔，一个大刀加速 AQ。 好
OK， 看来鞋子还是很关键的啊，这波没有鞋子。这把刀有鞋子的话，应该能接加速接到二段。二段接到了，他就是。我从不妥协。人头怎么被杀回去了？这不对啊。真是可怜。想吃炮吃播。咱来了，勾引一下，勾动，还就是我的小兵呢，呜呼，哎，啊，摁吃杜晨，叮。快溜快溜快溜，钱够了没？应该够了，还差一点，没事，回家正好。这个线也很关键啊，这样我们可以知道他去哪。抱吃兵回家，舒服。谢谢鱼九开通了超粉，能问好啥？他死没死啊？你别以为主播他刚才不是被烧死了，我会出事啊！他只是 EQ 过去了，我回头一个 W 他就死了，兄弟们，他开大招，我空中可以给他拦截，你们懂吗？主播觉得可惜的是人头被抢了，我呢居然能抢人头。等杜晨掉了，我们再吃兵。这里完完全全可以咳血把后排兵清了，但没必要。让残血的后排兵活着还可以吃掉这层杜晨。无处可藏。黑一下，黑一下，杀不过去。走位。黑一下，打个被动。W A 一下。Q R A。走了。W 回头预判一下。我小赚一个点燃嘛，他在草里回城或者在下路蹲着，除非 F6 找我，但我已经毙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提醒一下下路，可能在那里蹲他。除了抓下路，那他就是毙了，对吧？该防的得防一下，鞋子出了吧。这鞋子老是让我 A 不出来，两边一个有鞋一个没鞋，两次 A 不出被动就是这鞋子的原因，跑不过了。我们杀他要用两套技能啊，两套被动。咳血一下 ，A 一下，回头一个 W， 走位接二段，这波能 Q 到他，直接秒了。不用着急啊，等第二个打。前面他用了大招，下一波他就没打了，所以我这波领先一个打，越了直接可以。但这波要小心皇子 ，W Q R A， 拜拜。思路要清晰。就我们所有的一个击杀啊，他的手段全是在我们的计划之中。打塞拉斯真的很简单，兄弟们，只要你学会了主播这套打法，当然这套打法也是最近可以用，因为要消失了可学。最新的话，我想想怎么解决，好吧？应该需要有一个东西代替可学
新版本去打塞拉斯。说实话，可雪消失了，新版本很多，最近这些战士的很头疼。干嘛呢？你来干嘛的，哥？前面肯定有个房子 ，Q 小兵靠近，往前一个翻墙，回头一个 W 挂上，往前一个 A 一下，一个大刀隐身近战 AQ，A 一下 W 回头一个 A 可血，走位阶段一个平移挂上，等一下 QCD， 往前一个 QA 失误下人头，我们只需要等一下 QCD， 并不需要去打他，直接收掉双杀，思路要清晰。舒服。哇，主播这一波一打二，兄弟们，十二分钟。抖音见了呀！哦，离线。然后刚才有的兄弟说，主播为什么你一直在出红水晶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征服的难道大哥？亚麦喽，哎，不慌的，难不难受？难不难受？哎，难不难受？难不难受？兄弟，他去下了，这时候我们残血，兄弟们一点都不慌，因为他去下路了，残血得有人来收我，没人来，那我就是满血啊。塞拉斯现在在下路，我们中路再吃两波线，一点都不慌的。哇哦！你能想象到兄弟们主播在这种高分段啊能发挥的这么极限吗？缺一不可，兄弟们。打宗师局，我的发，不对劲，不对劲，不对劲。宗师局，这水友是不是跟我卡上 bug 了？我不是说宗师以下吗？打着打着不对劲，后离线。说好的宗师以下啊，一个个发宗师以上。雨中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后知后觉。A 一下挂上 ，A 一下一个 W 挂上，往前一个 QA，A 一下。无处可藏。继续讲红水晶，红水晶。OK， 刚才说到哪？红水晶什么来着？他们提示一下。红水晶，红水晶。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出红水晶？是因为我们的征服者核心是。可血核心是我们的一个被动，还有征服者的层数，征服者层数叠上去就攻击力打了，我们核心靠我们的被动流血，只需要我们扛得住就行了，我们的被动会一直帮我们打伤害的，等后面黑切出来了，短到我们的伤害等于说有一个升华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闹够了没？漫天什么？这就是代价。才会为荣誉而生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哎，但我记得这个区我这号分不高啊，应该是大区的问题，上次打的时候还是大师呢。狂徒，你甚至这两件装备第三件出狂徒也没问题，我们只需要我们的核心只有黑切还有可血，其他的都是附属的。好车没有，
那你要死啊。OK， 三一战吕布。油炮车引起的战争，兄弟们，我服了。啊！炮车让人上头啊！来一把一区千分，看看心态。想好了吗，小花？无处可藏。赌博打千分局不是手吗？手拿把掐，我只能说我的胜率对吧，比别人高一点点，但是赌也包不了赢啊。要运气差对吧，排到一些不想赢的队友，那咱也只能说自认倒霉。这东西不定，不确定因素太多了。他们活不长了。我来 Q， 哎，回去吓他一跳，一靠近就开疾跑了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他不挂伤，哎，等他回去就行了。你还追我，那我先打你一套，再回去打你啊！回头一个 W， 再一个 Q， 拜拜。只有傻瓜才会。新英雄要缺，刚出来没人玩，所以胜率垫底。队友这个评价你们怎么看？我觉得是有点夸张啊！昨天晚上我们加班到。早上七点也遇到了好几把新英雄，打韩服的时候确实很夸张，兄弟们，一个劣势的人一直在拿无限那个技能清兵，我们都推不了线。去为 W， 漫天飞雨，去为和血 A 一下， A 一下一个 W。 你劣势的新英雄昨天都很难招架得住啊，别说优势的时候了。哇，说的也是啊，最近我要去练一练啊，赌不过这过两天我练一手新英雄给你们展示一下。昨天晚上你在吗？我是早上播，昨天早播到早上七点多，那晚上还能来啊？主播也是人。